饭，先吃小鱼，还有那个菜碱，还有这个广西泡椒，先吃一个，要不然又掉球。
豆浆配油条。这个油条是无烦无腻的，没有添加。好香。早餐吃炸这个油条，可以油炸，可以空气炸锅和烤箱都可以。好久都没有吃过豆浆油条了。